完全 HSK 五级词汇。政府提倡绿色出行，以减少污染。政府提倡绿色出行，以减少污染。这个数学题目看起来很复杂。这个数学题目看起来很复杂。他对朋友非常体贴，总是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他对朋友非常体贴，总是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旅行是增加生活体验的好方式。旅行是增加生活体验的好方式。天空无云，一片湛蓝。天空无云，一片湛蓝。他保持着一颗天真的心，看世界总是充满希望。他保持着一颗天真的心，看世界总是充满希望。工作计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工作计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他通常早上六点起床。他通常早上六点起床。国家的各个省份需要保持统一。国家的各个省份需要保持统一。获得成功后，他感到非常痛快。获得成功后，他感到非常痛快。偷窃是违法的行为。偷窃是违法的行为。投资股市需要谨慎。投资股市需要谨慎。他在团队中的领导能力非常突出。他在团队中的领导能力非常突出。土豆是许多国家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食材。土豆是许多国家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食材。兔子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。兔子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。他因为太忙，不得不推辞了聚会的邀请。他因为太忙，不得不推辞了聚会的邀请。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喜欢阅读的人。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喜欢阅读的人。敌人开始撤退了。敌人开始撤退了。许多人选择在60岁退休。许多人选择在60岁退休。暑假时，我常去外公家玩。暑假时，我常去外公家玩。